之前还好好的，怎么突然病得这么严重？人老了，身子就不听使唤了。我已经听说了，借哥这件事儿，你做得很好，将借哥过继到二房名下。 既不会对尊哥形成威胁，也彻底断了其他姨娘的心思。但是你不能掉以轻心，绝不能让他们夺了侯爷的宠爱。侯爷非常重视尊哥，对女儿也十分尊重。母亲就别操心这个了，安心养病吧。侯爷既然尊重你，那为何到现在？ 不与你同房，你如今已经执掌中馈，接下来便要想办法抓住侯爷的心。男人都贪图新鲜，你让你身边的人。 多接触一下他，看看侯爷喜欢哪一个。你跟陶妈妈早做打算。侯爷最近来夫人屋里次数颇多。 太太又怎么会知晓侯爷跟夫人还未同房？难不成是有人在偷偷的通风报信？琥珀，你为什么不敢看着我？是不是你？夫人，对不起。好呀，琥珀，果然是你。夫人这么信任你，你却背叛他。 你早就想好要当通房上位，是不是？夫人，琥珀绝无此心，还请夫人信我。夫人，你不能再相信他了，他背叛过你。好了，进去吧。夫人。